注意力100 APP 课堂，每天练一练。又到了我们注意力练一练的课堂上来了。我们都知道，由于现在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影响，孩子分心、上课走神、作业慢，已经演变成现在育儿途中的一块拦路石，对孩子的健康和孩子的学习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我们推出这个课堂，就是希望能够带着孩子改变这一不良习惯，每天跟着练一点，使孩子养成专注的好习惯。上期我们谈到了一种注意力短暂集中的方法，那只是治标不治本，是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。注意力的提高还是离开不了长期的训练、稳固和使其转变成为自己的一种好的生活习惯。好了，进入今天我们的训练环节。还有值得注意的是，要坚持，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够看到效果。而且每次控制孩子训练的时间，不宜超过30分钟哦，要劳逸结合。看齐，找出下面图中的8的位置，找出下图4中的一个 H 字母在哪里，找出下图中6中的一个 E 在哪里，找出下图中2的位置，并且有几个 2, 找出下图中一个6的位置在哪里。最后两个题目一般人都找不到的哦，考考你们的专注力了。找一堆的 B 中有几个吧，找出图中一堆的 S 中有几个五。注意看我，只有一丁点区别我，也算是给大家的加分题了。好了，今天训练习题分享就到这里了。你上面的训练习题是否全部找出来了呢？最后两个题目不要求全部都能找到我，实在找不到也没关系。好了，我们明天再见。每课都会分享不同的训练习题和提高方法，如想知道更多记得加关注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